在家轻松就能做出好吃的火锅面，做法特别的简单。准备一包方便面放入锅里，加入一块火锅底料，再加入自己喜欢吃的小丸子，加入方便面里面的盐包，再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，煮熟后就可以开吃了。喜欢吃火锅面的，试试吧。